太细胞了，太太细胞了。好，就是那个园林县是有。我们接下来讲遗传啊。他到底跟豌豆怎么关系？对他拿豌豆来做实验。他是拿豌豆做实验了。他就观察豌豆，因为他那时候只有豌豆。好，因为他生活日常生活，他还有人啊，他很难拿人做实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人带那个一代差太远了，懂意思吗？他一代一代之间差，很协调。哎，同学，他一代跟一代之间差太远。比如我们豌豆一种大概一季可能就一代，好，或者甚至说长一点，一年就是一代，好，一年一定可以长一次嘛，所以他可以收集豌豆再种一次。哎，同学，怎样啦？不要再玩了，就吃个东西而已嘛。什么东西？东西。好，他发现呢，我们的他把那个豌豆的部分，他做个统计哈，他有几个性状哈，看一下，高茎跟矮茎啊，然后那个花的位置啊，有顶生跟叶生的哈，然后豌豆的形状呢，有皱皮跟膨胀的，绿色。啊，豆荚颜色有绿色、红、黄色的，种子的形状有圆的跟皱皮的。好，这样子皱皱的哈，种子颜色有黄色跟绿色，啊，这有点特别，是不是黄豆荚那边长黄色种子？啊，老师我不确定啊，花的颜色有紫色跟白色，啊，它有不同的东西哈，所以他用这几个星状去观察，去做交叉，譬如说他举个例好了，我不要，现在什么时间？你如果要吃，你还可以边吃边专心上课的话，我专心的，你有专心上课的，超级好吗？啊，请问那是不是绿黄色的皮可以长出黄色的种子？不是啊，那怎么样？绿色长出黄色种子，然后黄色长出绿色种子？不是啊，那怎么样嘛？黄色也要长出绿色的啊。那绿色，那黄色种子哪边来的？啊？黄色种子哪边来的？绿色啊。我说绿色，我刚问你说绿色长出黄色种子，黄色长出绿色种子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硬哦。我没看到课本。慢慢讲啊，这个课就写啦。九个课本吗？不一定啊，这是不一定的哈。不一定啊。所以那弄的他在做实验上很简单哈，他比如说我举个例哈，他比如说像高茎的豌豆花粉涂在矮茎的雌蕊上，懂意思吗？他把高茎的，就是长得比较高的豌豆，把它的那个雄蕊上的花粉啊，涂在长得矮的阴茎，不是阴茎，矮茎的矮茎的豌豆上的这个雌蕊上面，上行情哈。好，那涂上去之后，让它授粉，授粉之后观察出来长出来是怎么样？就像发现了、高茎的，长出来都是高茎，哎，那矮茎跑去哪里？所以他就把高茎的部分跟高茎的部分互相在授粉，就发现有长出矮茎跟高茎都有。所以那矮茎为什么在中间有一带不见了？好，他就在观察这个事情，他就统计分析，他分析之后结论是他得到一个现象说，其实这叫基因在工作。啊，基因有分显性跟阴性。啊，如果就这个课本这边来讲的话哈，高茎的基因是显性的话，它两个都是大 T， 我们以大 T 跟小 T。大 T 跟小 T 来决定说它是隐性或显性哈，大写的叫做显性，小写的是隐性哈。当它有显性基因的时候，就算是一个显性基因，它还是可以长出高茎的部分哦。啊，就是一个显性基因可以长出高茎。啊，但是隐性基因必须同时两个都存在，才能够长出隐性的基因，才能够出现隐性的性状哈。所以你看一下高茎的它的配子啊。它解除分裂完之后，请问它的配子有没有小 T 的成分？没有。知音有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不知道，因为它是大的。因为它两个都是大的，它的一对染色体里面，都是大 T， 所以它分成解除分裂分成两个，不管是到花粉或在雌蕊上面，它们可能分出小 T。No。不可能。没有，它是大 T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反过来我们看一下是小 T 的基因哈，这个矮茎啊，它两个都小 T。那两个小 T 分出去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分出一个大 T？ 不可能，不可能哈。所以你看哦，他名字好难听哦，气的。T 它代表那个 tall 的意思嘛，高度啊哈 ，tall 啊。所以当这个小 T 跟这个大 T 结合，它不管怎样，它你看它生出来四个子代啊，
啊，子代就是它的下一代嘛。子代四个的组合都是大 T 小 T 大 T 小 T， 大 T 小 T 在一起的时候，发现说，哎，大 T 小 T 在一起会是谁出现他的性状？大 T， 只有大 T 能够工作，小 T 就不会出现了，小 T 的性状不会出现。所以它出来的子代全部都是高精的，都长得比较高的。接下来呢，他们把高精的这个作物啊，再拿去种，啊，再拿去授粉。两个高精，你看都是大 T 小 T 呗，大 T 小 T， 所以它分出来的配置啊，它分出来那个配置，一个大 T 一个小 T， 一个大 T 一个小 T， 一个大 T 一个小 T， 就平均分配嘛。所以讲它长出一千个配置的话，像一千个配置里面有几个是大 T？ 好几个是大 T， 就是500个是大 T， 500个是小 T 嘛。正常来讲，按照对呀，它是3:1耶。我说一株在产生配子的时候，配子这是受菌丸的，这是配子，配子它是一半一半的，是500个大 T， 500个小 T 哈。左边这个也是一样，然后它也生出500个大 T， 500个小 T， 然后它就混种，然后再把配子交换，交换了之后呢，发现说，哎，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是大 T 大 T， 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是小 T 小 T， 有二分之一的几率是大 T 小 T， 啊，大 T 小 T 会混到两次哈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懂意思吗？懂。我知道你懂意思，我问他懂意思吗？不太懂。不太懂意思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好，我们每一边都长出四个配置。啊，我们举个例哈。来，早点开。容易。谢谢你哈。不客气。这是跟老鹰没关系哈。你愿意的话，把那个鸡干了。好，这个母带是大 T 跟小 T， 对不对？所以讲它生出来的配子就可能大 T、大 T、小 T、小 T， 对不对？我先各画四个了哈。那这时候呢，另外一株，假设它也是大 T、小 T， 它生出四个配子是大 T、大 T、小 T、小 T。合理吧，因为解除分裂的关系，它就会生出这样的一个比例，同不同意？接下来这两株如果受孕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大 T 会跟谁在一起？跟这个大 T 在一起，所以这两个是什么？大 T 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啊。啊，这个大 T 会跟谁在一起？那个另外一个大 T 啊。他有没有可能跟这小 T 在一起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会。不会吧？会。几率就这样子，你有可能都碰到啊。那就是他第一个有可能跟大 T 小 T 在一起啊。嗯。啊，他可以跟大 T 也可以跟小 T 在一起，都有可能啊。所以他可能跟小 T 在一起啊，如果跟小 T 在一起变大 T 小 T， 这小 T 跟谁在一起？他有可能跟大 T 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又混成一个大 T 小 T， 这小 T 跟谁在一起？他有可能跟小 T 在一起，就变成一个小 T 小 T。最后那个什么？你按照这数量来分判的话，你大 T 小 T 基本上啊。大 T 小 T 基本上都是二分之一，对，二分之一，对，对啊。那你说，他们都有就是做实验可以确定那个高精都是大，两个都是大 T。对，大 T 来讲啊，基本上显性基因在这个同一个生物里面，它都会被发现，因为它显性基因都会被发现。它能确定那个一开始不是、啊？当你在重复配种的时候，你可以，你如果你一个大，你一个。高精跟一个矮精，如果你他们两个配种的时候会变成大 T， 如果是就是全部都是高精的话，那你可以推论说这个高精的是大 T， 两个都是显性，因为你如果一个大 T 小，如果你是各一个的话，那它会生出矮精。啊，简单来说，我们先拿一个小 T 去跟它混伴。我跟他去配，假如配出来全部都是大 T 小 T 的话，全部都是高 T 的话，我就可以确保这个人是大 T 大 T。好，那简单来讲，我去配他的种的时候，我会拿这一株的种子，这一株会长几个种子？好几个，可能有100个、200个。我先随便抓10个，跟10个小 T 小 T 的种子一起配种，啊，花粉配种完之后，我就看它长出来全部都是高 T 的话，我就可以确保这一株一定是大 T 大 T。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跟我一样，我就后面翻一张你的。什么？就后面翻一张你的，等一下。OK， 懂意思吗？
我去拿一个小 T 小 T， 因为我拿一个矮金，我知道它一定是隐性基因。啊、哦，假设孟德现在猜说隐性基因一定是两个隐性在一起，它才是隐性基因。我再拿另外一株，我认为的，啊、哦，我猜它是有大 T 的基因的，去跟隐性基因混种，混出来之后呢，我分出来的都是高基因，那我可以确保这一个一定是大 T 大 T。反过来说，假设我现在有一株。我现在有一株，其实它不见了。反过来说，假设我现在有一株高茎，它的茎是大 T 小 T， 我拿它去跟小 T 小 T 反应，去授粉，结论会得到什么？先放着，不要再拿。我会得到什么？大 T， 大 T 小 T 大 T。啊，我们用那个九宫格的方式来排哈。我这边可以生产出两个小 T 嘛，一定都是小 T 呗。可是我这边可以分出来配置是一个大 T 和小 T， 我配出来就可能大 T 小 T， 大 T 小 T， 这边小 T 小 T， 小 T 小 T。意思是什么？我就说拿高精的跟矮精的去混种的时候呢，我混出来结果是一半的高精，对不对？一半的高精，一半的矮精。这时候我可以很确定是我的母带这一颗高精的一定是一半的。显性基因，这样懂意思吗？这样懂意思吗？反过来说，我同样是高精，假设我两个是大 T 大 T， 我跟一个小 T 小 T 的混伴混种，等一下，屏幕没有跑出来。好，那这时候混种的结果呢？我可以得到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小 T 小 T 的它可以分出两个配置，小 T 小 T， 大 T 大 T 的可以分出两个配置，大 T 大 T， 我混出来结果一定是什么？大 T 小 T。大 T 小 T， 大 T 小 T， 大 T 小 T， 所以混出来子代都是什么？都是高精还是都是矮精？还是一半一半？一半一半。哪里一半一半？不知道。啊，他们大 T 和小 T。大 T 小 T 在一起会显示什么基因？哦。会显示出显性的基因啊，显性的性状。啊，一个显性的基因跟一个隐性的基因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显性出来的就是显性基因啊，啊，显性基因的性状。所以它一个显性的，假设是高精的话，跟一个矮精在一起，这个基因两在一起，它显性出来就是高精的，高精的性向啊性状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保说，我用一个隐性基因跟它做授粉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确保说这一颗是大 T 大 T 还是大 T 小 T， 我就可以从这样确认出来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啊，那可以做实验室这样做哈。所以这是我们讲说在基因的部分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假设哈，我们现在做个小小实验哦，你们现在可以拿一张纸笔出来试一下哈。假设我们说大 T 是高精，小 T 是矮精，然后那个颜色的话，大 Y 是黄色的，小等一下，哎呀，不要搞复杂啦，啊、不然呢？好，假设我们就两个基因好了哈，这代表颜色哈。假设我们说黄色的大 Y 是黄色，是显性基因，实际上我们应该写出应该绿色才是显性基因啊，黄色比较少哈。但是假设啊，黄色是显性基因哈，那这是高精是显性基因哈，这是高的部分，高度的部分。好，我现在两株这个豌豆，一株是。大 T 小 Y 小 Y， 我另外一株是大 T 小 T， 然后大 Y 小 Y， 这样的两株，我先请问一下，这一株它长成什么样子？它长成什么样子？它是好不好？它长成什么样子？这一株植物它长成什么样子？高茎绿色的。高茎绿色的。啊、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啊。好，那再问一次东浩哈，那个不要再讲了哈，这一株长成怎么样子？小茎跟矮茎。为什么是小茎？高茎跟矮茎。他怎么决定高茎或矮茎？啊。怎么决定高茎或矮茎？矮茎，这是什么？这一株是什么？高茎，然后嘞，什么颜色？绿色。为什么是绿色？你不知道不能用猜的啊！你不知道就直接说不知道，我们才可以学会啊！哎，你一直叫我都不要说不知道，然后我真的。
对，你要说不知道，你可以说我不会啊。啊，我不会。不会，那我们就可以来讲，就你猜一个东西，我万一猜对了呢？矛盾口。猜对，我不知道会啊。我没有矛盾哈，我不要你说不知道，你不会可以说我不会，我们就可以再讲一遍。哎呀，不知道跟不会是有差到哪？当然有差别啊。差到哪去？差到哪？不知道，你不见得想知道啊。对啊。可是我不会念，我也不见得我一定要会啊。傻小啊，傻小不起。对啊，是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不会。不能讲说我不知道。那不代表我小五，我也要会啊。好像也对哈。好。所以结论是什么？对，结论是。就是说这两个完全没有差。所以结论是，要想要知道，你不要乱猜，好不好？不要乱猜。好，不要乱猜。好。自己说看，为什么这些猪是黄色的？因为歪啊。它有个大歪哈。他有个大歪，大歪就决定了那个，他有个显现机。东浩，你有在学吗？你确定你在学吗？确定。那请问为什么他是大歪，就决定他是黄色的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太清楚。你有想要清楚吗？有啊。那你要怎么决定？你怎么确定什么东西？你要怎么清楚？继续跟他讲话，就会清楚。是啊，你就一直在讲话，我都没在听啊，我看你没在听啊。我们是跟他讲话。要不要看女的？好，好被投了。大歪跟小歪，为什么大歪他就决定他是绿色的，哎，他是黄色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大歪显性啊，他是黄色显性机。大歪是显性机，黄色的。只要有个大歪，他就是显性。那这边是什么颜色？一样。一样什么？绿色的。这为什么是绿色？因为它是那个隐性。因为它都是两个隐性基因都小歪，这样你懂吗？这样你有懂吗？你有懂吗 ？Hello。我在想呢。好，基因一般来讲是两个一对嘛。我们在我们讲说复数基因来讲是两个一对。对啊。两个一对里面来讲呢，你可能代表你的头发的是两个基因，一个是也许是。大 H 跟小 H 好了，大 H 代表黑色的，小 H 代表白色的啊，棕色的啊，棕色。小 H 代表隐性的棕色的头发，所以当你的基因假设两个都是大 H 的时候，你会是什么颜色？两个。大 H 代表显性基因，代表黑色的头发；小 H 代表隐性基因，是代表棕色的头发。嗯。假设你的基因是大 H， 你会是什么头发？黑色的头发。假设你的基因是大 H 小 H。棕色。你的隐性基因是？你的基因是？啊，又棕又黑啊。H 是显性，大 H 是显性，黑色的头发，小 H 是隐性。棕色。是棕色头发。如果你的基因是大 H， 请问你是什么头发？黑色。如果你的头发是HH， 你是什么头发？棕色。如果你的头发是 H， 大 H 小 H 什么颜色头发？棕色。就是黑色头发。啊，因为它只要有个显性基因，它就可以显示出显性基因的样子。只要有一个就一定是那个。对，只要有一个显性就可以了。隐性基因要两个才可以作用，显性基因只要一个就可以作用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大 Y 代表的是颜色。黄色，那黄色是显性哈，所以大 Y 小 Y， 如果这个基因里面有大 Y 小 Y， 就要这一株豌豆什么颜色？没有大 Y 小 Y。如果它是大 Y 小 Y 的话，这一株什么颜色？大 Y 小 Y。它黄。它也是黄色。就是黄色哈，那如果两个都是小 Y 小 Y 呢？绿。就是绿色哈，懂吗？这样你懂了吗？对啊。对哈，好，现在来看一下啊，这个部分呢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配置会长怎么样。这个部分的配置会长怎么样？它分出两个，它分出它的配置，它的配置会长成什么样的配置？配置知道意思吗？它减数分裂，它把它的染色体做复制，做减数分裂，所以会各取一个染色体出来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我们假设现在有两个染色体，有两种染色体，就是大 T 大 T， 一个是小 Y 小 Y， 它生出来的配置就是精子或卵子，会长出什么样的基因？大 T 大 T。哎，不会。精子只有一半啊，一半的基因啊。小 Y。
大 T 跟只能这只能产生大 T 跟小 Y 对不对？它的精子不管怎么长，都只能长出大 T 跟小 Y 对不对？嗯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因为它只能提供大 T 嘛，这边只能提供小 Y 对不对？所以它的基因一定是大 T 跟小 Y。嗯。那这一株呢？它长出来配合长成怎么样？大 T 大 Y， 不然就是大 T 小 Y， 然后小 T 大 Y， 小 T 小 Y。有问题？没有。没问题啊。怎么来的知道吗？知道。东方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看哦。屏幕不见了。你看哦，这边这个豌豆呢，以 T 来讲的话，它可以产生几种基因？它可以产生两种，大 T 跟小 Y， 哎，大 T 跟小 T 对不对？以 Y 这个基因来讲的话，可以产生出大 Y 跟小 Y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在混的时候，它会随便乱混。所以它可能它的大 T 又混到大 Y， 它有可能它大 T 又混到小 Y， 有可能小 T 又混到大 Y， 有可能小 T 又混到小 Y， 这样懂吗？所以它混出来会有四种配子，啊，就它的那个花粉里面，或者是假设是动物的话，精子或卵子里面，它会有这四种可能性。那这四种可能性的话，几率占多少？产生出大 Y 大 T 大 Y 的几分之几的机会？二分之一。四分之一啊，同学。对，等一下。大 T 跟大 Y 只有一种，只有四种里面的一种了，四分之一哈，那四分之一的机会产生出大 Y， 哎，大 T 大 Y， 这样懂意思吗？懂。你去转到他了，给 OK 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啊，没有嘞。我可能摸到这边吧，摸完就。你写的时候你拿在前面的啦，你写的时候手去摸到这里。一般来说，握上面一点，不要握到黑色的镜头这边，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这两株如果授粉，会产生出什么子弹？我们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只能产生一种配子，对不对？不管怎样，它可以跟它在一起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的话，是产生什么样的结果？那个 T 大 T 大。大 T 几个大 T？ 大 T 几个大 T？ 两个大 T 哈、哦。大 T 大 T， 然后嘞？大 Y 小 Y 对不对？啊，那如果跟它在一起会产生什么？大 T 小 Y 小 Y， 哎、啊，这个在一起呢？东方你在看吗？大 T 小 T， 大 Y 小 Y 哈。它有要照明？没有了，我习惯性把显性写前面，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哈。哎、啊，跟这个呢？大 T 小 Y 小 Y， 好。这一株的特性是什么？这一株长出来是什么样子？来，等我说看，这一株长出来。为什么会有小 Y 小 Y 这种东西、啊？这边有小 Y， 这边有小 Y 啊。哎、欸。为什么说那个？为什么第一个是大 T 小 Y？ 哪一个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第一个是大 T 大 Y？ 第一个。嗯哼。第一个不是这边大 T， 这边大 T 吗？对啊。这边有大 Y， 这边有小 Y 啊，所以大 T 大 T 大 Y 小 Y 啊。靠边，你没写清楚。我哪里没有写清楚？不是啊，你要写的。我这边先写这两个嘛，我这边先这样排啊。哦。啊、嗯，它、哦、这边产生这四种配子，这边产生这种配子，所以这个配子跟它配子配在一起之后，大 T 大 T 大 Y 小 Y， 这没问题。安尼有问题无？你写什么东西我都看不懂。你哪里看不懂？什么都看不懂。你刚刚趴在下面都没在看，你跟我讲现在看不懂。那个大 T 小 Y 是上面那个配置，然后下面右边那四个是上面的下一个配置。所以红色的红色的是右边的那个配置。不是右边的红色那个是上面，它中间那个左边那个是它上面那个，它两个是各自的配置，然后配在一起。哦，切，好，没事，走。你如果趴下去就不要讲那种奇怪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有错了嘛，上你的课，对不起。好。所以这一株这个配子跟这个配子碰在一起，它产生这样的结果，对不对？这一株是什么特性？一位，这株长怎么样？高茎还是矮茎？那个大 T 啊。大 T 啊，大 T 什么？是高茎对不对？两个都大 T 嘛，就是高茎对不对？什么颜色？绿色、黄色。黄色还是绿色？绿色。
黄色。黄色为什么是黄色？因为这是打歪啊。黄色是歪啊，这边有歪。大和小歪。这边是有歪。黄色是大歪，绿色是小歪。黄色对，为什么是黄色不是绿色？因为它有小歪。因为小歪，为什么小歪不是那小歪就绿色啊？为什么有小歪没有绿色？它小啊，等一下。大歪是黄色的。因为它有大歪啊，大歪只要一个，它就是黄色的。它是水晶体。哦。啊、哦，它显性基因啊，歪是大歪是显性基因，有它就是黄色的啊，有大歪就是黄色。来，第二株什么颜色？第二株是绿色。第二株是绿色，因为两个小歪，对不对？对。它是高茎还是矮茎？高茎。高茎哈、啊。第三株看不到，那就浅，我看不到的。不到。Sorry。它是什么？高茎。高茎。为什么高茎不是矮茎？它有小茎。它是大茎、啊。它叫大茎就可以了，它就是高茎了。那、啊、这个什么颜色？黄色，黄色跟大歪跟黄色，那、啊、这一株呢？绿色，然后高茎，所以长出来直带有矮茎？没有，没有矮茎哦，这没有矮茎哦，长出来直带有没有小，有没有绿色的？有，有两个绿色的哈、哦，所以这样可以分辨吗？长出来有几种？长出来看着怪怪的几种植物？有几种植物？两种啊。为什么放种？两种啊。两种植物就是高茎跟黄色跟高茎跟绿色啊两种，这样就绿色跟黄色，我怎么应该加个高茎啊？因为它是高茎的，不是高茎啊，高茎。好，意见很多，同学，意见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个小小实验了哈。好。老鹰吗？什么鹰？老鹰。好，所以假设啊，假设我们现在有个基因是 A A。B B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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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，跟 A A B B C C 好，这样三种基因啊，这三种基因哈，反正 A 就代表显性嘛啊 ，B 就代表大 A 就代表显性，小 A 代表隐性，大 B 代表显。显性小 B 代表隐性，就这样。好，像这样配出来会得到什么结果？大 A 小 A 小 A 小 A。要怎么做？就是二分之一几率啊。什么二分之一？对，都是二分之一，每个基因都是二分之一出现的几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会出现几种基因？大 A 小 A。大 A。哎，不对。大 A 小 A。大 C。对配置啊，配置，它的配置。大 A 小 A。配置分配出。一个大 A 一个小 A。一个大 A 一个小 A， 然后嘞。然后一个大 A， 然后一个 A， 然后两个小 A。大 B 写在这边吗？大 B。大 A。大 B。然后大 C 大 C。大 C 小 C 啦，是小 C。有大 C 啊。啊。有一个。隔壁有小 C 啊，哎，隔壁有大 C。我们先一边先考虑这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先考一下配置。配置是大 A 小 A， 然后大 B 大 B 小大 C。这个都分辨啊，各自还是都在讲对不对？对。我不知道你们推。这是 A B C D。基本上哈，基本上我们先考虑这边的话，你可以这样想哈，它有大 A 小 A， 它的配置一定有大 A 的跟小 A 的两种，是不是？嗯，小 A 没看过。小 A 看不到哈，等一下弄不清。一定要大 A 跟小 A 的两种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。这样看不清楚了。这样看不清楚了。可以吧？不好意思。你看不清楚吗？我把右眼闭起来。为什么？两边视力差两度。差两度，差两度，差一点点而已啊。要看右眼，看右眼。好吧，啊。可以有这次。现在怎么样？上年课啦。好，在这边，它有个大 A， 它有个小 B， 小 A 我们就可以分开成两群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 B 的部分呢？大 B。它也是一群只能给大 B， 对不对？它也可以把大 B、大 B 再分成两群，对不对 ？C 的部分呢？大 C 小 C。它可以分成大 C。大 C 跟小 C， 大 C 跟小 C 哈。为什么大西小西？大西我觉得你喜欢那么奇怪。为什么你大 A 跟小 A 你自己写完嘛？等我写完。然后大 B 就写了四个。
然后大西小西你也选了四个。等一下嘛，这边可以分出来是吧？这边有一个大 A B C。嗯。这边可以分成大 A B 小西，大 A B 小西。这边有个大 A B C， 一样大 A B C。那个大 A B 小西，大 A B 小西。学习好奇怪啊！所以这边呢，可以分成对小 A, 小 A 大 C, 大 B 大 C， 小 A 大 B C， 小英写错了。什么人 B？ 啊，对对对 ，C C C， 哎，啊，我不解啊，我还是看不懂。你说你上面那个大 A 的第二个 B 怎么写出应该小 B 啊？哪一个？没有啊，那个中间 B 全部都是大啊，好 ，B 全部都是大 B 啊。然后那个最后一行是小 A 大 B C， 好了。秀玉，我可以拿走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不要拿。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知道。懂。不要拿，好不好？不要。放着。No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放好了再去。对对对。这私人财产能懂吗？哎，那我们上课最好玩的东西。对对对对对。他有五分钟，他有五分钟。好好好，我们想办法，快想办法。我吐出了。小心。我要我自己。我们再讲，我们再讨论一次好了。我们先讨论左边的这个，这个配置会产生哪几种配置？大 A 小 B， 大 A 小 A， 大 B 小 B， 大 C 小 C， 啊。我们把这个你懂，一直念错，一直写错。我们把这个基因。这是父母的基因啊，假设这是父代的基因是长这样，它的子代会长出什么样的基因？第一件事情，它先做细胞那个 DNA 的复制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做减数分裂。所以减数分裂之后呢，它的配置一定会在这个基因，这有三组基因，三组基因里面随机各找一个出来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嗯，你这样懂意思吗？懂。完全不懂。好，那你看着黑板啊。这三组基因，我在产生配置的时候，我会随便里面找一个出来，找一个出来，找一个出来，这样配成一个基因。那我如果这样配的话，配出什么基因？大 B 大 A B C。大 A 大 B 大 C 有问题？哦，没有，对。这样没问题吧？我随便找一个出来，可以找这一个，可以找这一个，可以找这一个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抓的话是什么？我从这边抓是抓大 A 对不对？我这边抓是抓大 A 对不对？哎，大 B 对不对？我这边抓什么？小 C。我抓这边的。小 C 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得到结果是大 A 大 B 小 C。对吧？啊，这两个只有在哪里差别？这两个都是抓前面的第一个，只有后面这个抓。为什么晃动那么严重？你不要再撞到桌子啦！哦，你一直晃动，是谁在晃动？是你。好赞啊！一直摇晃，一直摇晃，你怎么看的？你知道表情，我看就讨厌。好，这边的差别在什么？在这两个，我都取前面这个，这两个我都取前面这个。哎，对。后面这两个呢，各取一次，所以得到这两个结果。嗯。看懂意思吗？嗯。好，那换到 B 的时候，取前面跟取后面有差别？没有。没有差别，所以其实 B 不用管它，但一定都是大 B。后面这两个有差别啊，我可以取大 A， 也可以取小 A， 对不对？对啊。就是讲取小 A 的话，假设取小 A 的话，我这边不管怎么取都是。大 B 对不对？我这取第一个的话就是什么？大 A， 然后嘞，大 B， 然后小 C， 小 A， 小 A， 小 A， 大 B， 小 C， 对不对？不是大 C 吗？小啊，大 C， 所以老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如果取这个第二个跟取这边的第二个，取这边的后面这个，得到什么结果？小 A、大 B、小 C， 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这样可以取出几种配置？四种。我可以取出四种配置哦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懂。我可以取出四种配置，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概念哦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，这个可以取出几种配置？想一下。A 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取出大 A？ 都是小 A。都是小 A 哈。那后面有小 C 吗？有大 C 小 C，、小 A 大 B 大 C， 大 B 大 C， 小 A 小 B 小 C， 小 C 好了啊、哦，然后，你就不小 A， 然后小 A 大 B 小 C， 小 A 小 B 大 C，
基本上我们在取这个哈，这就是数学上的排列组合。我们通常会取一下，就是说我譬如取第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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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取第二个，取第一个，取第二个，取第一个，取第一个，取第二个，取第二个，那取第二个，取第一个，取第一个，取二，完了，他比数学难呢。他比数学难。更好难。他就是这样取啊，就是你去知道说，我每次取能取其中一个，这样取出来。然后把它排列出来，所以这边几个，这边几种配置，四种对不对？所以左边这边有四种配置，再把这四种配在一起，所以你会得到新的结果，懂意思吗？这不是就会很长吗？很复杂，那就回到原来，回来三个，每个配置提供几个基因？一个啊。每个配置提供三种基因嘛，三个基因对不对？所以三个基因加三个基因回到六个基因，跟它父母亲一样，回到正常的样子啦。是不是？啊，像哦对哦。所以你要看哦，假设这两种基因配在一起怎么样？那个。大 A 小 A， 大 A 小 A， 大 B 大 B， 大 A 小 B， 对不对？但这个配置有没有跟他在一起？那这样就变得他就跟他父亲完全是一模一样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错。哇靠，好屌。啊，那是有可能的。那请问这个基因有没有可能跟他配？有。这基因有没有可能跟他配？有。这基因有没有可能跟他配？有。都有哈。所以这是四个跟这四个配在一起了，嗯，啊，所以有几个可能性？很多，对啊，八。有16个可能性。哦。你看，每一个都有四个可能性，每一个都有四个可能性，总共几个？四个，所以四乘四嘛，16个。这个数学好。哦。好说好说，越懂越懂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总共有16种可能性，啊，那这16种可能性不代表就有16种可结果哦。你看，大 A 跟小 A 在一起。16个可能性只有一种结果。为什么？你一个小孩，你有两个结果，靠背哦。它可以生出很多代啊，这是花哎、欸，又不是小，又不是人。哦，是花哦。这是花哎、欸，这种花长出来的，它可能就是授粉、哦，它可以长出很多株啊。授粉就是把雄蕊的花粉碰到雌蕊的。那这样，你16个可能就有16种，就有16种结果啊。没有啊，你所以你看呐、啊，你看，你这个大 A 跟小 A 在一起，这边也是大 A 跟小 A 在一起，没有欸、所以这是有大 A 的显性结果啊。啊，你说。对，有些会重复啊，有些会重复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有16种结果，但是不代表16种样子，16种基因的排列组合不代表16种真正的结果 ，OK？ 所以后面还要去调配，懂意思吗？还去配配看，它真正的结果怎么样？配配。我们要来试试看吗？把这16个配出来。不要，好累。啰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确定要看一下，第一个跟第一个配会得到什么结果？来，同学。大 A 大 A 小 A 大 B 大 B 大 A 小 A 大 B 大 B 大 C 小 C 好，第一个配第二个。大 A 小 A 大 B 大 B 大 C 大 C。啊，你看这个结果，这两个前面基本上都一样，只有后面差一点点哈。啊，接下来第三个。小 A 小 A 大 B 大 B 大 C 大 C。OK， 都给你听都饱了、啊。第一个配第四个，来，谁？志颖。小 A 小 A 大 B 大 B 大 C 小 C 哈。好，那第二个配第一个，来，宇文。大 A 小 E 小 A。不要紧张，没关系。小 B 是小 C 小 C 吗？这个是小 C 还是大 C？ 哎、欸，小 C 小 C 啊。小 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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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，国立的。干嘛啦？他说叫我喝，也没拿给我啊。要我去买哦。好，第二个，第二个配第二个来。大 A 小 A 大 B 小 B 大 C 小 C 大 C 小 C 大 C 小 C 大 A 小 A 哥哥。哥。保利箱把东西拿来了。没钱啊！第二个配第三个。小 A 小 A 大 B。小 A 小 A 大 B 小 B 大 B 大 A 大 C 小 C。大 C 小 C。OK， 第这个配这个。小 A 小 A 大 B 小 B。大 B 小 B。小 C 小 C。很累哦，今天这个很累，伤神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三个配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大 A 小 A 小 A 大 B 大 B 大 A 小 A 大 B 小 C 小 C 啊，
这个两个。大 A。你手小 A。啊，那手里的这两个。小。大 A 小 A。大 A 小 A。大 B 小。大 C 小 C。大 C 小 C， 好。不换就是 B。这两个。X。A A。B B， 然后嘞？大 C 小 C。大 C 小 C， 好，那这两个。小 A 小 A 小 A 大 B 小 B 大 C 小 大 C 小 B 在哪里？同学，大 C 在哪里？我怎么 D？ 廖小 A 大 C， 我刚才大 C 怎么大 C？ 我刚才说 D 哦，已经到这两个了。哦，都小 C 啊，这两个，上面第三个跟第四个，第三个跟第四个，我那是大 C 哦，对不起。OK， 没关系，应该吃蛮牛的哈。啊，吃你个头！啊？就是英文本身有四个格子，对，可以分辨出来。十个格子啊？四个。四个格子。我同学写英文的本。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我们先用简单方法，我们先用这种方式配配看。会配到死啊！这个。我说。好，没有第四个跟第一个，四跟一。我会。好来。大 A 小 A 大 B 小 B 大 B。非常好，来，这两个，继续啊。大 A 小 A 大 B 小 B 大 B。来，这两个。小 A 小 A 大 B 小 B 大 B。这两个。小 A 小 A 大 B 小 B 大 B 小 B。好，最后就配完了哈，那么看一下结果。好难哦。哪里很难？你告诉我哪里很难。就多一点。你都讲得出来，当然很难，一点都不难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难啦，只是很复杂而已。对啊，复杂死了。都六圈就开始了。所以这里面，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像这一株来讲，就是 A 是显性基因 ，B 是显性基因 ，C 是显性基因，三个显性基因，对，三个都显性基因的几种嘛，挑出来好不好？三个都显性的这一种，还有嘞，下面那个这个也是，这个不是的哈，这不是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也不是，这个是不是？这又是的哈。对，这三个都显性基因，对不对？下一个。下一个，这个也，这个也是哈。这是显性基因，是不是？是。啊，接下来没有？这个是不是？是。这个是哈。这个也是。没有了哈。所以你看哦，这十六种基因里面，这个，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哦。嗯。怎么了？啥错了？怎么蛋鸡啊？没有，他做那个蓝色啊，他做化学元素。哎呀，好难啊！就 DNA。就 DNA。对对对对，太难了。哦。那你有比较开心吗？没有，我遇到升级。没事。那个重要，那屁股大就讨厌。哈哈哈！同学，醒过来了没？他歪的，我刚刚是歪的。对。OK， 好。不会掉就是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分辨说它到底有几种植物啦。好，像我们刚刚看出来说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六种植物长得一模一样的哈。OK， 好，基本上这是一种排列方式的哈。课本有讲到一个叫做棋盘方格法哈，但这是简单的推测的时候比较容易哈。棋盘。我们在推测它的。精子啊，或者是卵子，它有几种可能性嘛？它配置的方式。但是我们现在对这种，这个简单多了。啊？这个简单度，但是该那个配那个哦。那是一样好。那多福利几张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没关系。四个。还好。二十。我可以接受批评啊。二十太多。来。那个。不错不错。他的。这个我跟所以一样机车，嘉祥越来越这个越来越聪明了。我跟所以一样机车。来，你把这个基因用那个棋盘法配置，我们看看。来。哇，很累哦。对。多写啦。听听。那个红米作为。大 P 大 P 大 P 小 P。棋盘法比较简单嘛，来后面。大 P 小 P。来，我们请那个仲英哥哥。哎呀！哎，好直哦！哎，好强啊你！哈哈！秋雨姐姐好不合。太直了。
哎，嘉祥，你有几啊？